耶稣陀罗啊，忧愁啊，哀伤啊，甚至不思化妆，也不思饮食，身体没有力量。怀着这个孩子呢，也是生不动，也有这样记载的。佛陀成道的时候，一下子这个耶稣陀罗就感应到，身心愉悦，这个他也放光，有力。这个时候，哎呀，这个小孩扑通就生下来了。但是呢，他生下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有月食嘛，所以罗诃罗也是指日丈月的意思，月。有日薄月就薄时的那种状态那这那个时候也是阿难尊者也出生，所以说罗诃罗尊者生下来就7岁了，对不对？生下来就7岁他，然后一直到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来看爸爸，来看释迦族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佛陀成道之后7年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按照他出生是罗诃罗是7岁，但是他从怀胎一直到出生，实际上那个时候他是15岁。但是那一年呢，阿难陀呢他是7岁，所以阿难做出家的那一年呢是25岁出家，佛陀正好是55岁，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计算得很细的，所以汉传佛教算是佛陀是29岁、30岁正道。那阿难25岁出家，佛陀55岁然后被推为逝者所以这里就是尊者罗云、尊者阿难，皆如斯等上首者也。你所以说，罗云他的岁数实际上比阿难大，就是罗诃罗出家的时候15岁了，但那年阿难只有7岁，出家的道场寺院，就是我们去年去朝圣，在迦毗罗卫国，国王大臣们举国之力为佛陀建造的寺院，叫尼居园，雕刻非常庄严，现在还有遗址在。这个圣地是佛陀回自己迦毗罗卫国最主要的、最著名的一个道场所以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么多大树那曾经树更多，是一片大森林，所以说佛陀在世的时候，龙天护法护佑，可以想象奇花异草，对不对？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像极乐世界差不多的，大树林下面草花风调雨顺。所以我们现在佛法回来了，你看，从昨天开始进了个迦毗罗卫国，一进去就开始出彩虹，今天一天到每个地方都出彩虹，对不对？彩虹回来了。当时这个罗诃罗就一直那个舍利弗尊者剃度的所以皆如斯等上首者也，这些就是为12000比丘阿罗汉们的代表。这里是没有上升的地方，所以这里自古以来这地方都是修行的圣地。
看到外在境界的时候，我当回光返照，惭愧忏悔我自己。不仅仅是佛菩萨是回应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三宝的存在，也是让我们坚定信心去传递这种讯息，去帮助更多的人，拉更多人呢进入到三宝体里来，对不对？永出生死轮回啊，这世界里有高级的存在，你说平行世界极乐世界它就在的，自归依佛，我们不仅自己归依佛，也当愿所有的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地球能不能跑出我们的心的之外去，整个我们的银河系都不出我们的心，道也不出我们的心，就是要发明我们的心，发明心地。南无甚深普遍自然解脱灭罪除障刹那成就诸佛十万名号，为尽虚空一切众生皈依九传承诸上师，四六续部坛城本尊及母续海会圣众，南无皈依百俱值恒河沙数清净等觉如来，南无皈依如来世尊应供正偏之正等觉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舍佛、释迦牟尼佛等贤劫千佛父母眷属，南无十二现等觉如来，南无三摩地现日光坛城正法威德如来，南无上师日光之多罗树王圣德如来，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南无种种清净月坛城如来，南无月光如月光白色威德庄严决定清净如来，南无具安乐无垢光明如来，南无清净尊胜音如来，南无大势精进真实定如来，南无月光灯尊胜月光宝五音王如来，南无无量光诸香及香王花自在力王如来，南无大梵天释香光圣宝严光如来，南无金光明圣贤现金光明无量大光明如来，南无无垢光明焰光尊胜妙香威德如来，南无圣宝藏尊胜宝床如来，南无一切诸佛海会如来，南无宝身妙花庄严如来，南无金刚勇士威猛极静柔软降服敌视如来，南无威严须弥山现种种宝塔如来，南无威德宝藏圣宝伞盖如来，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南无现种种宝花威德眼狮子吼幻化威德相如来，南无吉祥伞盖莲花欢喜妙宝如来，南无宝月光庄严妙智音声如来，
那么灭除一切有为法及种种迷幻定解威德身如来，那么具种种三摩地灭除疑惑出发心护主不动如来，那么护主亮光圣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千佛体性闻名导师尊，攫取十万诸佛圣名号，具足净信真实劝请故，唯愿一切众生证佛地。正悟的法界有没有缝啊？没有的呀。那极乐世界有没有缝啊？没有啊。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之间有没有隧道呀？没有啊。靠什么去？靠心。哎，心心，那心，你的心能不能超越娑婆世界？你的心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能，都是靠这个心。出持了之后，也受善生牧女的供养，然后这个时候步向金刚座的地方，就是这次趟过，就是佛陀成道之前的，就是出烦恼流的意思。圆满生命波罗蜜，精进修行满人间，断除三毒诸烦恼，慈悲菩提大愿力。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快乐从哪里来？关心别人，关心众生，那就快乐了。痛苦哪里来？只为自己想，自私，那就痛苦了。所以佛陀跟我们说，不要起贪嗔痴三毒，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就会受苦。那要怎么办？菩提心、慈悲心、空心，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